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天讲到算尽这贫耗，多逢忧患，人皆握之，行祸随之。感应篇文虽然不长，每一句话里面境界都是很深很广的，都是说明吉凶祸福，确确实实是为人自己招感来的。在汇编里面引用了《华严经》上一段话，这一段经文我在这念念。阎浮体内无著众生，不修十善，专造恶业，杀盗邪淫，妄语绮语，恶口两舌，贪嗔邪见，不孝父母，不敬三宝，更相纷争，互见毁辱，任情起见，非法谋求，一世因缘，刀兵机警，疾病死伤，人祸天险，种种受报。这一段经文好像就是说的我们现代社会的状况。我们想一想，自己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，佛所说的我们有没有犯？如果有，要知道忏悔，要知道改过自新；如果没有，应当更努力勉励自己，念佛求生净土。这个世间没有值得我们留念之处，千经万论，佛都是我们都劝导我们了，要修净业。阎浮体内实在就是讲的我们这个地球啊，无著卧室的众生啊，五种严重的污染，我们在弥陀经上详细说过，无量寿经上也讲的很多啊，所以修行在这个时代，在我们一生当中，经论里面许多方法我们用不上啊，
我们只需求最低的水平，最有效果的方法，保证我们这一生不但不躲三恶道，决定可以脱离三界十法界。我们今天缘有了啊，真的是无量劫来稀有因缘，我们这一生遇到了，无比的幸运。遇到之后，我们如何掌握，决定成就，这都在自己了。遇到了能信能解，这是善根，能够认真努力去做，这是福德。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具足，我们这一生决定成就，无量劫来的灾难都能够免除啊！这是诸佛如来的教诲。修学最低的水平，五戒十善，要从心地上把它做到啊！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以这个为标准，积功累德，要以世尊在《法华经》上所讲的五品位为标准，这个标准都是最低的，人人可以做得到的。所以古人讲这个法门，万修万人去，这是话是真的。不能去，是你没有如理如教的奉行。如理如教修行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？所以今天我们不必唱高调，不必说得太高太玄了，那个没有用处，不切实际。我们现在生活是什么环境，我们眼前是什么样的程度，法一定要契机，切我们现前之机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。经上讲的这几句话很严重，我们要警觉到，不修十善，专造恶业，这两句话是总说啊。下面把这个十恶举出来，杀啊，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绮语、恶口、两舌、贪嗔、邪见、是痴，这是把这个十恶业说出来了。我们一定要警觉到这个十恶业我们有没有啊，落实在生活行为上，佛说不孝父母，不敬三宝，
这是为人处事的根本啊。儒家、佛家的教学都是以孝道为基础，到终极的目标也只是孝道的完成。这个意思我们在讲习里面讲的很多啊，我们对于这个孝敬两个字实在讲啊不懂啊，这也难怪，为什么不懂呢？没有人教吗？你怎么会懂得呢？佛在经上讲，阎浮提众生耳根最利，看懂了难啊，不容易，听就容易懂，耳根利。但是这一生当中没有缘分遇到善知识，没有人给我们把这些事情讲清楚讲明白，所以我们根本就不懂。孝亲尊师这四个字认识，怎么讲法不知道，那你怎么会去做到呢？我们在地藏经上讲过，实在讲每一次讲经啊，遇到这些经文我们都细讲啊。这样希望我们同学们多多的学习，然后才能真正在生活行持上提高自己的境界，勉励自己认真努力修学。下面这个文上说，你不孝父母，不敬三宝，更相纷争，这必然的道理，这是我们讲的斗争坚固啊。每个人执着自己的邪见，这是佛经上讲的，我们世间人讲成见，每个人有自己的见解，彼此见解不相同就起了争执了，人与人争，过与过争，这还得了吗？下面讲互见毁辱啊，彼此互相毁谤，互相羞辱，任情其见，任是放任，情是情执，完全随顺自己的感情执着，生起邪知邪见。非法谋求，求名，求利呀，求地位，你所希求的都用不正当的方式，不合理不合法去谋求啊。试问问能不能求得呢？
也有求得的。啊，你为什么会求得呢？命里有的啊。命里头没有，求也求不得。啊，这一桩事情，《了凡四训》里面讲得很明白，诸位可以多看看。我们过去对《了凡四训》有详细的讲解，有录音带保留着，大家也可以多听听。所谓万般将不去，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，也是事实真相。可是佛家讲的是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古来祖师大德教导我们，这个话也没错。云谷禅师教袁了凡，那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承蒙张家大师教导我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但是要如理如法的求，非法谋求决定得不到。非法谋求你得到的是你命中所有的，但是已经折服了。命里头有十分，因为你非法谋求可能只得到五分，已经损失一半了。这些道理事实啊都要懂，因为这种因缘，这个世间才有战争。战争是人祸，有饥饿，有疾病。这个地方讲的疾病，瘟疫。诸位这几年看到畜生有严重的瘟疫，英国这个牛有瘟疫，香港前几年鸡有瘟疫，台湾猪有瘟疫，都杀了百万头以上啊。但是哪一天到人有瘟疫的时候怎么办？非常可能啊，天灾人祸，种种受报。这个受报从哪来的？是自己造作的。我们看到畜生受报，要想到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不相信，我们相信畜生前世也是人啊。为什么他受畜生身？他造的不善业，今天堕到这个身，堕到这个身还要受恶报，你说多凄惨。所以由此可知啊，都是自作自受，决定不是别人造作的。今年是1999年，全世界古老的预言都说今年有大灾难。
这些资讯小册子很多，到处都可以看到。昨天台湾同学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台湾现在大概社会上也受这种传说的影响，人心浮动啊，那么电视台有一些人在解说啊，这种预言并不是完全可靠的啊，劝大家不要相信啊，把心定下来。这个也是安定社会人心的一个方法，但是这不是究竟圆满的方法。究竟圆满的方法要把这些事实真相讲清楚。命运决定有，个人有命运，家庭有命运，国家也有命运，世界还是有命运的。命运既然是我们自己造的，我们自己当然可以转变自己的命运。古人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一旦遇到有天灾人祸的时候啊，你看看古时候这帝王大臣忏悔啊，反省忏悔啊，改过自新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从前人知道这么做啊。家里遇到不幸了，一家人忏悔，一家人改过自新。那国家遇到这些灾难了，帝王带头修忏悔法，这个很有道理啊，决定不是迷信的。现在人自以为聪明啊，自以为科学知识超过了一切，实在讲，如其迷信科学，不如迷信古圣先贤。先贤要知道，古圣先贤他们的学问知识是千百年累积下来的，不会有差误啊！科学究竟有没有差误？现在还没发现，因为它时间不长啊。换一句话说，经不起历史的考验。古人的教诲呀，是经过历史的验证的。我们怎么能够疏忽呢？所以讲到趋吉避凶的理论与方法，还是在佛法里头。在中国儒家道家的典籍当中，一定要把善恶、邪正是非概念先要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我们才懂得什么是恶，要怎样去断恶；什么是善，要怎样去修善。
在我们短短这一生当中，把握着稀有难逢的机缘呢，佛在经上常讲啊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呐。能信能解，依教奉行，我们就能够远离灾祸，啊，真正能够消业障，度一切苦厄。这是事在人为，把这个吉凶祸福的因素找出来，凶祸的因素我们把它消除，从哪里消除？从心地上消除，积福之根从心地上培养啊，自自然然灾祸在我们一生就遇不到了，真正忏除业障，真实的修集功德，就在今天呢，就在此时啊，希望我们大家要明白，要认真努力勉励自己去做。我们一个人修行，心量要发得大，代替这一切世间许许多多迷惑颠倒的众生，我们带他们修啊，也能消除他们的灾难啊，我们自己灾难先消除啊，纵然不能够把他们灾难全部消除啊，至少也会把他们的灾难消除一部分啊，这个灾难减轻，时间缩短，这个效果是肯定的啊，希望我们认真努力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此地。